除了这个，你别的也没做过？别的没有，只打过瘦脸针。对，但我打算尝试一下一些美容的项目，比如说，不是他们很多人做那个什么热玛吉，我做过那个。我以前从来不觉得自己脸垮，是因为我录完那个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之后，我们都是住一个宿舍嘛，我就在那儿敷面膜，然后躺在那儿，完了孟佳，然后突然转头对我说，他说：“梦儿，你的脸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了？”垮垮垮垮垮。热玛吉是我朋友他们都在做，好多人都说那个热玛吉啊，我也搞过。热玛吉是好像说什么？让你的胶原蛋白再回来。你这个年龄真的不用啊、哦？不用吗？你太年轻了，不用。什么都不要搞。不用，我就感觉我这半年我累垮了，我感觉就凹进去我的。太年轻，他不要。哎呦，我黑眼圈是贼深，是卸完妆了以后整个就是窟窿。是累的吧？嗯，是累的。你一旦休息好了，你皮肤就会饱满了，就是因为就证明你这段时间太累了。哦，是吗？嗯。还有你太瘦了，不要过于敏感。哦，好。你太小了，你还小。对，还有他瘦才有。我今年还没到，到的时候我给你发信息，我给你介绍几个还不错的地方。